不是疫区农场参观，进出牧场要管制，加强防疫安全，不非法走私或携带动物产品，请在前方红绿灯左转家园路三段，若发现疑似案例尽速通报动物防疫机关，简单三步骤防堵疫情，滴水不漏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提供。Oh.